6月18号，希思黎美丽机密暨希思黎品牌代言人吴磊见面会在上海举行。活动当天，吴磊以一身浅色休闲装亮相现场，也是为这炎炎夏季带来一丝清凉。说到夏天，长时间在太阳的照射下，皮肤不仅仅是晒黑，也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。因此，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，都越来越注重皮肤的护理。但在吴磊这里，却是似乎有些不一样呢。其实不怎么注意的，因为男孩子嘛，哪会去太管自己的脸？那。但是就是因为平时比较懒，所以说就特别适合全能乳液这个产品。啊什么？特别适合全能乳液这个产品，就是抹一下就好了，全能嘛。在这炎炎夏季，还是要注意皮肤的护理才是哦。不过说到吴磊，今年也是作品繁多，这即将要和大家见面的就有四部作品。今年还有四部作品要上嘛？有阿修罗，有影，有斗破苍穹，有山海。那其实这四个角色，每个四部戏里的每个角色都不太一样，所以都还挺推荐的。期待你在阿修罗中的精彩表现哦。这次拍摄阿修罗合作的也都是刘嘉玲、梁家辉等实力配演员，不知道有没有印象深刻的事情呢？最深刻就是我们真的就是我们团队，就是整个阿修罗的整个制作团队都非常用心、非常执着的去完成一些镜头。其实这就是我最难忘的在阿修罗的某一经历。阿修罗是一部怎么说，方方面面我觉得都有我觉得粗暴点，7月13号我们直接电影院见吧。